把窗户都打开了，通一下风。今天阳光明媚啊，那妞来下来出去玩。到上面去看一圈，好地方，看这天空太爽了。哎啊，就这儿带上塞拉的粑粑纸，好了，走走了，妞快。恐龙之乡，听说前面有一个恐龙博物馆，恐龙的博物馆我是见了很多，所以这次就不去了。最大的应该是在常州吧，江苏常州。这就黑龙江啊，对面俄罗斯还是有村庄的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喔喔，听说前两天上面放水，底下这个广场都淹了，上面还有很多的淤泥。这河道很宽，水流很急。对面就是俄罗斯，我目前看到有三栋农房，还有一个观察哨哨所。啊，真不错，太美了。这个雕塑是一条叫鲟黄鱼，然后是黑龙江的一个特产，听说最大条就是有雕塑这么大。现在呢，现在在这个县城呢也有，就是大部分是养殖的，大概15块钱一斤吧。刚才听老哥说那边有一个界碑，过去看一下。妞走了，果然这有个界碑，2014年223号，差点就走过去，看看背面。特别庄严，这里是一个腊凉亭，很有俄罗斯的风格。这个广场修的挺好。哎，你总闻什么呢？闻啥呢你？走了妞。看这江水还是有点换魂。听当地人说，平时的江水啊特别清，挖起来直接可以饮用的。前面有俄罗斯的一个堤坝，听说是放水了，所以这个水质很浑浊。前两天水位更高，淹过了这个堤坝。不过去，走，往前走，再往前转转。对面还有一个瞭望塔，很简易的一个瞭望塔。我们中国这边的瞭望塔很霸气，但是我不能拍。这也是个凉亭，有点像葡萄架，但它不是。这个造型就是恐龙的脊椎骨架。哎，你又干啥？快走了，一会儿恐龙咬你来了。那小胖子，从这儿走。真是个腊凉的好地方。这狗吃一顿也够啊，哪会有一抓顿？这狗吃一顿也够啊，舍不得。转了一圈，回家了，有点困。早上8点钟开车，12点到，开了几个小时，睡一觉。我这声音好大呀！走，拍夕阳，稍微有点晚，但也行吧。那个也是使用岩石这功能呗？对，用岩石，拍个15分钟到20分钟吧。
来了两只狗，塞拉乖点啊！他俩不能在，因为这俩小红狗，是吧？不是也会那啥的。哎，塞拉，乖点，乖点，塞拉。你是怀孕了吗？没有，他就胖了，男的就乖。哎，你那个是公狗不？母的。对，但是性格吧，有点酸性。对，他也不咬，从来没咬过。他走回家了，妞，走回家。我家那个气儿，是吧？气儿。哦。走了，回家。我先溜着狗。哎，行。啊，不用不用，真不用。今天是走的到吧？不能在这黑着走。对对对对。你打算几点走啊？我是自然醒，看看呗，咱俩一块走呗。一直开到黑河。对，你要黑河，我看了一下，八个小时呢。中间的话，咱可以是在那个什么地方？啊？中间在那个什么地方？看我们看路线呢。就是我们那个顺转。顺转的。哦。真是要了我亲命了，这也太吵了。还好明天走，住一晚上。醒了，妞妞，你醒了。猪老板不成了，他老出事了。看我妞这小腿，你们初来乍到，这二郎腿翘的。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。是啊，小妞。外面还在跳舞呢。你们不用担心我们，我们可以保护。睡觉吧，妞啊，快。来，妞下来。起来洗了个澡，太舒服了，阳光明媚呀，太美了，万里有云。快过来妞。哎，宝哥走了，他走这么早啊？昨天碰到个车友，他开的拖挂房车。哎呦，那边有宝宝。今天的水位怎么样？听说前两天331国道都淹了，这边水位一退，往前走就没问题。我要赶到北极村漠河，好像还这样啊。啊，这个平台正在清理了，好多的泥沙。啊，水位要退一点。昨天在那石墩子那儿，石墩子现在已经露出来了。这个客轮也起航营业了。哎，你这么激动干啥呀？他跑过来，哎，走吧。他看我看，他也要看。刚才看到有客人上船，畅游黑龙江。这个县城真的是很安逸，特别适合生活。人也不多，马路宽，很悠闲，很幽静。出发，先去加水，然后买东西，再吃点饭，就走了。一个美丽的县城，真不错。这真的是考验水管的长度啊。30米用完了，我这水量很大，太棒了。这是个超市，买点东西，吃点饭。有啥吃的呢？买点啥呢？看来这是条美食一条街。来个蒸饺，吃完赶紧撤。蒸饺有吗？有。好，我的蒸饺来了。要蒜泥吗？12个啊，要。哎，我还担心不够吃，结果好大一盘，太饱了，味道还不错，吃的好饱啊。
出发了。